再点第二轮。积极点餐中。那个网红吃东西真的不是骗人的哦。哇塞！那我们再来点个甜点吧。好的。比较大了。啊，饼人就十个人了。那吃完了哦，那么多，今天那么大，那么长。我们现在人在香港的尖沙咀大街，那来到香港一定要吃一下他们的港式饮茶，吃到饱。Let's go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来啦，它这边是使用扫码点单的，积极点餐中。喝看它这个奶茶，干杯。浓浓的炼乳味，谢谢。虾饺已经先来了，我们就开吃吧。很大颗哎，晶莹剔透。里面是完整的一只超大的虾子，独家红醋酱。嗯，大推，一定要点。好的。金沙脆皮银罗肠。有炸过，有包萝卜糕。你看，看它这个脆皮，外层的肠粉很软 Q， 搭配上里面这个酥炸过脆脆的皮，类似春卷，还有里面真实的萝卜大厨师，配点芹菜，头塞雷啊！味道不错哦。红油抄手，超大一颗。你好。饼皮超级 Q 弹，猪肉很鲜甜，酱是辣中带一点点麻。烧麦，哇，它上面是一整只完整的虾哎，红醋。吃得到那个虾子的鲜甜味，内馅非常饱满，蜜汁叉烧肠。哦，停不下来。叉烧放的有一点少，但是它有放香菜做提味，蛮香的。饼皮有点太厚了，酱油感觉是稀释过的。淡淡的咸甜味，五香咸水饺。哦，这个皮很薄脆。这可以说是我人生中吃过最好吃的五香咸水饺。外皮炸得超好，外酥内 Q， 越嚼越甜。内馅有猪肉、青葱跟一点笋干。香辣排骨饭，外面有用叶子包，上面有豆豉。排骨已经去骨了，因为有腌制过的关系，所以肉质非常 Q 弹，有浓浓的豆豉的味道，我觉得是中辣。叶子的香气有散发到米饭里面，米香味蛮浓的，但是口感比较不明确一点。第一轮吃完啦，再点第二轮。积极点餐中。那个网红吃东西真的不是骗人的哦。我觉得你吃的多啊，吃这么多，吃这么多。看，不要哦。知道没有？知道。嗯，可惜啊。好。是潮州粉果，不是屏东的那个潮州。它是搭配这个椒麻酱，第一次看到哎。嗯，麻
蛮特别的，里面是有切丁的萝卜，还有小虾米跟花生、香菇。来看看这个好利克，很像克尼奶粉加炼乳，喜欢喝奶味的会很爱这一杯。黑松露菜苗饺，这上面真的是有一坨黑松露哎。我觉得这个红萝卜味有点太重，完全盖掉松露的味道，内层跟外皮直接分离了，但口感是不错的。怀旧鹌鹑蛋烧麦，有一颗完整的鹌鹑蛋，那蛋黄就是烧麦加蛋啊，内馅非常鲜嫩多汁，很凶。四宝滑鸡杂，感觉很滑哦。真的很滑。芋头很香，真的蛮透的。这是粉红色的蟹肉吗？褪色。腐皮包鸡肉。鸡肉非常嫩，很嫩又很滑顺的口感，搭配上这个蒸过湿软的腐皮，这么薄哎，很薄透，薄得像一张纸。这是豆腐。甜的巧克力味比较淡，烧汁酿茄子，茄子蛮厚的，哦，有先炸过，啊，它上面的这颗吃起来像炸过的藕莲，哦，很烫。这茄子外皮炸过之后非常吸油，内里吃起来软糯软糯的。喜欢吃茄子的就知道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吃这个鲜虾腐皮卷。哦，超脆了，完美锁住了虾汁鲜美的味道，无话可说，很赞的腐皮。萝卜糕，港式饮茶必点的吧？对。它不是表层会有点恰恰的那种，整块萝卜糕一入口，在你嘴巴里面化开那种感觉，整个嘴巴充斥着就是萝卜的香气。蜜汁叉烧包，皮蛮厚的，蜜汁酱有渗入饼皮里面，叉烧很甜，这一整颗就是甜，非常甜，甜到直捣你的心。Oh my god！ 什么？哎，这个超好喝哎，我可以喝十杯。蜂料糯米鸡，台湾的好像是三个小的。他的饭超级超级油亮，有点像在吃粽子，很湿又很黏，而且有叶子的香气，叉烧跟一些碎肉，还有蛋黄，一白饭的口感就跟刚刚排骨饭的米饭口感不太一样，很 Q 很有弹性，大肠包小肠那种米饭的口感，叉烧。面的肉可能蒸的比较久，所以会柴一点。包汁凤爪，很 Q 哎。
蛮入味的，才会是偏甜的那一种。因为酱汁里面有浸泡花生，所以凤爪也有吸附到花生的米香，好是花生。皮蛋瘦肉粥，它看起来蛮稀的，没有放入这个鸡丝，还有少量的皮蛋，鸡丝比较干柴一点。谢谢。榴莲雪梅娘，我在台湾蛮爱吃雪梅娘的，但榴莲是第一次听到。嗯，有榴莲味哦。它外层类似马吉的那一层皮，榴莲味非常的浓，里面再来是鲜奶油，还有榴莲浆，整个都是榴莲味。黑金流沙包，听说是这边必点。黑金色看起来很有质感，现蒸的就是不一样。内馅是咸蛋黄，但是调味偏甜，有点像奶酥混合上咸蛋黄的味道。卡通流星玉龙包，它上面这个表情很像画上去的，是比较接近芋泥浆的那种，有点芋头颗粒。懒人马拉糕，剥开看看。我平常是不喜欢吃热糕的，因为以前吃的都蛮干的，但它这个马拉糕吃起来口感超级蓬松，而且不黏腻。一口接一口，去完了啊！对呀、啊，第一间店就吃这边。哦，那多一点过来啊。好。这里也好吃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